先等一下，因为好跳广告。那个，等一下，现在不是等一下，现在我们今天晚上直播的是这个幻想神域。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我们四位这个传奇网络的这个幻想神域的这个制作团队，包括这个自我介绍好了，每个人来自我介绍好了，虽然下面都有，好吧，但是大家自我介绍一下。游戏小声一点，游戏小声一点。有画面吗？大家有看到吗？因为好像会有广告。有吗？有吗？有看到画面是吧？好，开始了。所以刚刚是没有东西的，对。好，今天那个再讲一次，就是大家晚安，我是巴姆这边家豪。今天我们要直播的，刚刚那个《龙族拼图》结束了，那我们现在接下来是这个《幻想神域》。那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幻想神域》的这个制作团队，一次还来了四个人，阵仗非常的，可见他们非常重视我们这次这个直播。那就请他们来自我介绍好了，虽然下面有，但我们请他们跟大家打个招呼。我是制作人小五，大家好，叫我小五。可以讲话，可以大声。好，没有的。然后大家好，我是场景负责人，我是小雨。大家好，我是小龟，喜欢绿。好，然后，还在忙。对，我在打王，等我一下。我在打王的这一位，他是我们的游戏企划，他叫雪山爷爷。那，好，对，有吧，有吧，有吧。那个，有一个不是妹，有一个不是妹，没关系吧？哎，也太严格了，不要这样好不好？对啊。这个今天的，因为今天这个是七夕情人节啊，所以这个很多人他们很在意这个，所以没关系啊，对不对？就反正今天这个由我们至少在那里陪大家过这个情人节，不管是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都可以，好不好？那今天其实幻想神域从上个礼拜四嘛，对不对？8月8号，对吧？就是上个礼拜四开始 OB 到现在，那应该有不少玩家，其实应该自己本身都已经在玩，应该都有玩过了。那所以其实我们今天重点比较会摆在不是在于就是整个介绍游戏介绍的很详细啊，我们今天可能大概简单介绍一下而已。那今天比较多的时间可能可以请那个制作人，然后整个制作团队来也分享一下他们在开发这款游戏的时候的一些有趣的东西啊，或者一些新的感想之类，好不好？那今天这个现在是在打副本的嘛，对不对？这个是几级的、啊？因为其实我自己没有在玩啊，因为现在比较忙，因为带小孩，所以没有时间。我已经好久没有电脑，都不见得几个礼拜都开不到一次。对啊，这边是打40几级的副本吗？这边43级的。43级的。奇迹矿道。那当初在因为幻想神域当初一开始它一公布的时候，就是标榜的就是日式的这种风格的游戏嘛，对啊。那当初是因为其实一直以来传奇大部分都是以这种比较轻松的、比较可爱的，那这次是特别是主打日式的这种风格，那有没有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当初是怎么样决定要以这样的来？因为我之前的案子大部分就是行风正经啊，其他比例都不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比例。对，但是后来我就是跟美术讨论啊，说就是我们要做一个，就是现在的大概6-7%的比例的角色。然后其实我们会希望他是走正行风，因为行风是比较擅长正经的画风。那我们希望把这个画风再做得更好。所以这边就有跟美术。然后跟场景美术这边讨论，所以我们想要怎么样子做，可以营造出就是很纯正日系的风格感觉。声音太小声，稍等一下。对啊，因为声音太小声，还是把这拿到前面来。对啊，因为这个离这个有点远。没有，是讲话的声音。讲话的声音。对啊，因为这个请大声一点不好。对啊，请话讲话不好。用尖点比较多。对啊。再讲一次。对啊。就是我们
之前的案子都是做的比较投身比较小的，比例比较小的。那我们就希望这一款案子可以做的比较像六七军跟正常的比例差不多的身的那个角色。有时候我们就跟我们的主美术跟场景美术讨论说，哎，我们要怎么样去营造这种很日式的画风的感觉这样子。那我们就去找了一些，就是怎么样去呈现在他的脸部啦，跟他的衣着，跟他的发型的部分。那我们也去参考了很多动漫角色他们的发型。对，我们希望我们做出来的发型是每一个人都会喜欢的发型，而不是说今天我们辛苦做出来的发型，但是因为他太丑了，我不想选，或者他太特例了。对。有，我刚刚看到一些，就是一些发型，就是很标准日系，很多里面的都是他们的这个头发，有个长发的那个男生。然后，因为我们是抱持着我们每一个发角色都会想选的心态，然后让我们的美术把它做到好。那他们的确也花了非常非常多时间再去刻画这些角色的部分。对，等于是其实之前应该说传奇本身就比较擅长这类，那再往这个方向再。在延伸这样的一个类型的游戏，对，没错。那现在这个打到第二只王，哎，其实目前这个游戏的副本大概一个副本大概能打多久？我们希望大概让玩家玩不会超过10分钟以上。哇，这么快？对。哦，而且这个其实大家看到那个地上都有那个。对对对。因为我们自己在玩游戏的时候，都会觉得说，其实我们没有必要把像这一类的单人副本、副本会做得非常非常难，等到我们让玩家觉得没办法去打。对，所以我们希望尽量提示玩家说，只要靠你的走，就是移动走位就可以，就去突破王怪这样子。对。当初在做这款游戏的时候，你有没有设计，比如说主要是针对哪一些？就是哪一类的玩家，或者是，基本上我们会希望说，当然是希望大家玩家都来玩我们游戏，对对对，所以我们并没有说要把游戏做得多难，对，我们也希望是幻想神域是一块很休闲、很轻松的游戏，那不要让所有人都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对，所以我们标准并没有放到很高，但我们有为这些高端玩家做。一个比较哈扣的版本，就是大家现在看到，就是这些副本都有困难模式。对，那希望玩家就是高端玩家可以去挑战困难模式，去满足他们的成就感，这样子。就基本上其实大部分是以大众向，就是希望越多玩家能够享受这款游戏。对，因为我觉得玩游戏就是要轻轻松松，不要给自己负担这样子。对。那个其实旁边那个就是整个制作团队，他们都有在。现在旁边的聊天室其实他们都在看啊，那大家的有一些现在有什么意见，有什么想法，其实可以随时在这边反映给他们看，他们看到之后，他们回去会去研究一些问题啊，或者你们有一些谢谢的话，也可以在这边跟他们说话，好不好？就是对啊，今天来宾很高，来宾很多，对啊。预早前是不是？预早前什么时候会出啊？这个就预早，这是个机密，我没办法说跟大家。机密不要，因为现在好像今天人气又多少了？这个，今天到多少？我没有注意到，前几天都到300。昨天好像400多万。昨天是。我吓坏了。其实说老实话，就是英雄联盟称霸的大概有不知道几年，一年多有吧。这个已经很久没有人可以撼动他的那个地位，所以今天那个幻想神域其实。厉害，因为其实应该说，其实传奇一直以来，之前也耕耘了很多款游戏啦，就是之前一直都很受到欢迎。那等于是大家很注意，就是你们的任何一款新游戏啦，所以有这样的成绩，我觉得是就是之前这一步一步就是累积过来的，这个也不是，不然那下一款能够干掉这个传奇，或者是干掉那个幻想神域，或者是英雄联盟，不知道要等多久。其实我们一直都很谢谢玩家给我们支持啊。那我们其实每天都在很努力去找出一些，就像大家刚刚看到，就是画面上面啊，都有很多提到显卡的部分。那这边我们都一直在持续在追踪，跟去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这样子。对。有些人问说，角色可以再多一些变化吗？就是其实游戏有纸娃娃嘛，对不对？对，有纸娃娃。那。对啊，有一些变化的意思是，就是养成吗？还是说什么？应该是玩家想要调整那个角色体型的比例。哦，这样子啊。对对对。
那这个有会考虑吗？还是说这个我们有在我自己内部讨论过？那这边就是要看海妈妈就是在做一些更大的过程这样子。嗯、对，那现在就是还没有个定型结果这样子。因为我记得我之前之前盛进的应该也是制作人嘛，那时候有跟他，我那时候在要做这款游戏介绍的时候有跟他聊一下。当初最早他推出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办法转视角的，对，就是后来可以转视角那个是一个大工程，对不对？晴空，我讲错，讲过了，晴空，那个是个大工程，对不对？那个等于是其实如果玩家有什么建议的话，可以跟他们说啦，就是他们会，你刚比如说讲过那个，他们应该会，如果你们大家很多玩家都有这种想法跟意见的话，其实他们就会认真去考虑啦，对啊。我们的两位正妹摆出来，都没讲到话，对，两位正妹是，还是你们要不要自己有没有什么想要跟玩家说的话，先大概提一下，或者是，好了，觉得有什么特别？这一次就是希望景观上有在进步这样子，对，因为以前其实我们以前做的，角色都比较小，所以它整个场景的那个。整个规格也会稍微小一点，但这次其实我们的场景的尺寸并没有增加，对，只是说我们增加一点辽阔感，所以这次玩家比如说在飞行的时候啊，可能它其实会舒适度会比较提高这样子，对，那颜色上的话，我们也是尽量就是，我们其实参考蛮多日系动漫跟电影，它整个日系的配色，对，所以就是会让整体的协调性比较舒服，不会说。很硬这样子，对，然后全部都是用手绘的，对，就是我们没有用，用手对，就我们不用合成，所以可能你看起来会更卡通这样子。哦，对，所以他们平均做这样子的物件，这样贴图都是非常非常花心力去在做的，对。原神进化变外形啊，又可以提意见，反正就是大家尽量提，他们都会看啊，就是有没有各种想法，什么都这边都可以，他们都会看的。其实玩家写在巴哈上的文章，其实我们都会去看，对，所以我都会去看说，到底就是玩家想的是的一些意见，跟他们去的一些心得之类的。对对对。蓝色系统。背包。蓝色系统。对啊，我们的主美术已经在努力中了。我已经有在那个就对了。对对对对对对。啊，可以介绍一下那个，就是人的风格跟发型是怎么想的？好啊，有人刚刚有看到有人说把男性消音这样。还有不要这样，不要这样讲话。对啊，这样我也不能讲话。好，那其实我觉得角色就是一直陪着玩家在那个游戏里一直。会一直陪玩家哈，所以所有角色相关的东西应该要以最高规格方式来制作，应该会很好这样。那刚刚所提到染色系统的话，我觉得就是在怎么让每个玩家可以创造自己个性化的角色外观这样。那除了染色部分的话，那像我们创角的时候的发型和各种脸型，这个也算是一个客制化角色外观的一个部分这样。那我们在这方面其实做了很多的，蛮多的研究的努力，我们希望让它看起来就是，就跟场景所说的一样，我们想要让它很像日系的日本动画、日本动漫那样一般。那甚至我希望大家这个自己创角之后，可以把它当成公仔样子，让大家想要自己收藏，这样会很好。这样，其实游戏的那个人物，就整个美术真的没话讲，我真的觉得那个很非常的。真的就是很日式的那种感觉，就是你在玩那个，比如说像时空幻境啊，这是大家很熟的那个，就是都是很有那种风格的那个，对啊。对，我们在那个像是发，我觉得这次的发型的部分啊，我们下了非常多的功夫。那可能很难想象，我们制作一个发这样整体的发型制作下来，总共大概耗了八九个月的时间，在精雕细琢和不断的修改。一个发型修了八九个月、所有的发型、所有的发型，对不 对, 对？有点笑，有点笑坏。我一个发型就，那这样不是一堆？刚好像有十个发型要剪完，不是做好几年的？就是美术光脸的那个图贴图嘛，对不对？我们就改了不知道几次了。对啊，对啊，让它最符合那个日系的感觉，还有所有连我们工作团队的人每个人都会喜欢的感觉，这样。刚有人问什么？
听话。有打算开多的分流吗？我现在这个分流我就要再澄清一次，就是一个伺服器它可以承载分流数就是这么多，我在家开分流还是很急，对，所以我不可能再把分流再往上开了，对，因为就像一个西瓜切了八片，你再切十二片它还是一个西瓜，对。那就是看那个再多一点人，他们会考虑加开伺服器比较快。那那个刚有人问说，那个原神有没有新的考虑新的入手方式啊？其实我们还有一些还没有释出的原神，哦，对，然后我们都会在日后的更新慢慢把它们释出出来，然后这些都是玩家可以在 in game 中取得的，对。那我们现在就是除了有一些就是原神，就是有没有一些大家在每个星期都会看到一些，有些圆盘会有一个破损的那个图腾，那边可以召唤原神之外。对，那我们还有一些，就是现在大部分原神都会从这边取得。那我们还有之后还有规划一些其他原神，会从其他的管道部分去释出，那玩家可以收集新的原神这样子。这边好多人在问程式方面的问题，但是我们程式今天还在忙修 bug 呢。对，所以有来刚刚有人讲说什么可能自动关闭什么，那些可能都是一些 bug 的方面的问题啊。那这个制作人讲，大家也讲啊，就是。那个工程师都很辛苦，全部都忙，对，他们就是一直在，就是很努力的处理这一块部分。对了，因为应该是说游戏的目前人气，有达到你们当初预期吗？还是说超过你们？应该有超乎我们的预期。超乎你的预期嘛，所以其实人多之后那个问题就会不断跑出来啦，所以那个东西可能问题就是来得太快了，就是因为人比较多啦，所以。大家可能要稍微有点耐心，就是那些程式啊 bug 方面的问题，那大家可能要就是传奇这边，我相信上面的工程师一定也会想办法赶快去把那些 bug 都修好了。对啊，游戏只有五人副本吗？目前是只有这样子，对。对，目前只有五人。那有考虑到未来再更多或者是什么？目前还不会。目前还没有。对，我们现在都是专门就是单人五人。现在还有一个三人的副本，就是一个叫次元大厅的部分。对，那现在目前还没有打算要再把副本往上开这样子。但是我们的未来会就是开始陆续出 PVP 这一块的系统。PVP。对对对。觅食相冲。对。觅食相冲这一块部分的话，就是我们其实有已经像我们客服今天他们都去找。有问题的部分，对，然后就回报给程式后去处理，这样子，对，基本上不应该会有相冲的问题，这样子。其实这也是程式方面的啦，那就是大家可能还是要稍微耐心一下，对啊。对于外挂，这当然是一直抓啊，这是你们可以讲一些，对啊，这个应该是所有游戏公司的最大最头痛的问题啊，那你们可以还是简单讲一下。外挂这部分的话，就是像我们今天。然后看到有外挂的影片，我就马上丢给我们的客服，然后马上他们全部都锁起来，然后全部上网络上公告说，这些我们把它处理掉。那现在基本上就是我们会尽量，就是玩家有回报有外挂的部分，那我们都会去请客服帮我们去处理，去把玩家就是停权这样子。对，那我们这边我们的系统人员啊，程式人员自己在做一些。改进去看怎么样去把外挂挡的更彻这一块的部分。对。问题好多、哦，我都想说，对啊，我有点一直有人讲台语，你们是认真的还是在哈拉的？这个游戏配台语有点怪吧？对啊。还有什么考虑配音？哈拉，对啊，我想说一定哈拉的嘛，台语配音有点奇怪，对啊。100层攻略何时会开放？有计划吗？还是有绝对时程能透露吗？还是哦，时程这边吗？还不行，因为我们在就是100层这个宣传出去之后啊，就是收发了很多玩家回响，对，然后我们这边就是很努力在想要把就是它做得更好，对，因为我不希望它出去之后就是玩家觉得。希望是，对，希望是美好，大家都喜欢，不要有那种所以我会想尽各种套路说，就是尽量让这种出去是很 OK 的，没有把握我们出去这样子。目前等级最高是，
目前该到等级最高是什么？我目前等级就是幻想神域就只有等级九九，等级九九全部开给玩家了，哦、就是九就是九九，真的不会再上去，也不会再怎么样。对，然后只是场景目前玩家就只能玩到那个我们的那个什么，就像博音沼泽那一张场景。嗯对，那我们其他场景会再陆续开放到玩家里面这样子。那如果有人，应该一直有人问啊，就是五十练到五十等之后，或者你们有什么建议吗？因为目前应该是你们还是有自己开放的一些时程嘛，对不对？对，就是照着一些记录。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对他有什么建议还是什么的？你说这一块，如果他已经练到什么五十级以后，或者是什么的，他可以体验我们其他的系统，就是像我们有很多有趣的路人的八卦，可以去听。然后呢？去跟 NPC， 就偷听一下 NPC 他们在讲些什么话。去听他们的八卦。对，去听他们的八卦。对，你会听到很有趣的八万一。然后也会听到就是一些就是每张场你都看到那个罗密欧跟朱丽叶，对，他们两个的每个一些故事历程这样。对，然后你可以去玩我们的成就，我们成就非常非常的有趣，就是你可以就还有他在每一张场你都有一些有趣的趣事，然后等你去发掘这样子。对。其实台湾，应该说，大家练等都冲超快的啦，他们可能一开始没有想到玩家会冲到这么快啦。那大家可以是多花一点时间去挖掘，去体验一下游戏很多一些小细节的东西。因为整个游戏其实会好玩，是你融入这个游戏的世界观之后，就很多小细节是整个游戏的世界观是从很多这种地方建立起来的。那制作人的意思是说，你们大家可以去多多去体验一下，就是每个。就是探索一下游戏的角落啦，对啊。因为我希望玩家透过我们的声望副本啊、成就啦，跟一些就是 NPC 他们的一些讲话，去来就是细细品味我们做的游戏的一些内容。对。对，我不小心排挤你了，对不对？没有。该换你的。就是众所期待。对。有人问米娅的啊，米娅没有来啊。刚一直有问那个玩游做游戏跟玩游戏是两回事啊，就是刚刚是不是被秒了？就是对啊，躲在这边偷偷打也中枪，对啊，就是玩游戏跟那个做游戏是两回事，好吧？就是会做游戏不见得说是神人，好吧？那不一样，对啊。因为我们都组的都是野团，不是默契团。哦，这是野团吗？你刚刚是野团，所以有人上电视不知道，有人上电视。那可能明天就会发一篇说。妈，我上了巴哈直播了。对啊，有我们之前直播的时候常常有那个，就是看了直播之后，然后跑来跟我们组队。如果你刚刚晚一点那个的话，应该就有很多人就是要来跟你这个。我们之前有常常有这种那个，对啊。做游戏目前到99是之后的那个会陆续开放啦，对啊。场景跟地图对啊都会陆续开放，至少还有些很像扩充的。对，至少没有那个练的地狱啊，就是大家冲得很快，对。竞技场跟刚有讲啊，竞技场是 PK 吗？还是不一样 ？PVP， 就是竞技场，对，对啊，就是他们有在计划啦，对啊。我发现频道洗的还真快。对啊，所以我刚有一点看着有点来不及。对啊。情景系统有这個东西吗？有哦，真的哦，有要开吗？会有吗？就是，反正还在近期开吗？怎么办？大家说我们直播都空白时间，很多空白时间什么东西？对，没有，因为大家跳得好快，我一直想说那个不会啊。他们希望正妹要发点声音的，正妹发点声音，因为大家情人节，所以需要那个。料理材料，那个可以男男女女是情侣，在指情侣吗？是吗？哦，应该是哦。那传奇的游戏不都是？对，我们的情侣系统一直都是男男女女都可以。我地图破图，我这个应该就是 bug 之类的。显卡吗？镜头太远，因为人太多啊，我们没办法那个，对啊。
哎、欸，跪求雅雅出来怎么办？大家想看你的脸。要去哪里？没有没有，让你亮相的。对啊，这个男男女女确实很先进。一般外面就是那个国外的游戏，比如说像什么，有什么突然讲，突然忘记，就是一些自由度很高的那个 RPG 会这样说，就是质量效应，对类似像这样，对，就是类似像这样会做这种系统，台湾可能很少啊，对。仇恨值啊，有人在问仇恨值，可能，对啊。应该说我们在打副本的时候、啊嗯、其实我们的仇恨值其实会，他其实没有那么死板，他会看、嗯、对，他其实不见得都只会，就是我们王怪可能不见得只会对主坦去做攻击、嗯嗯嗯、对，他还是会做一些就是 AI 的变换这样子、嗯、他其实他会就是怪物的设定本身他就会有一些就是会比如说不是专门追着主坦打的这个设定的，对。对。然后像副本，我们这次其实也要看我们的那个示范小天使一直跑轮，他一直跑。对。因为我的装备比较不好。你是拿速度装在打副本？不是，我是走伤害跟暴击的，所以说我很容易 OT， 可是我防御不高，所以被打通常都是秒杀。对，是求输出不求保命的。对，然后就会一直死掉。技能上，这次其实这次它这次游戏有一个很特殊，就是它没有 MP 嘛。对。其实当初会设计这一点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一般大部分就是 MP 啊，那等于是这次是只有那个就是 CD 的设定。应该说我们觉得，像我们要放技能，需要 MP、嗯。那我放完之后呢，又有冷却时间。然后但是这样子的话，我就是觉得说，玩家花时间看他还有没有 MP。我如果 MP 我才可以出开始丢我的技能，对，然后又要看说我按完之后我要等那个冷却时间，所以我们后来就干脆就把 MP 拿掉了，对，然后所以 MP 拿掉的话，就是其实我就专注在冷却时间上面这一块部分，对，那老玩家觉得说我今天我只要找到我该什么时候放技能，然后我去抉择我放技能的时机，而不是说就是我还要放技能的时机还要先看我还有没有 MP 这件事情，对。等于是也是让玩家少一个需要考量的东西吧，对，也是让就是稍微再简化一点，对，再简化、所以我们像我们的属性那边我们都把它做得很比较简化，对，因为有时候我们自己都觉得说，我还要去换算我力量要点多少才会变成我的伤害，可是其实这样子觉得说就是觉得好累人哦、对，所以这次就想要做个突破，是说那我干脆就是我点伤害值就加伤害，那不是比较好吗？就是更直觉这样，比较单纯一点。对，所以这样子的应用在于就是我们一些界面设计啊，都会就是想要走一些日系的简洁风这样子。对，所以这边就是美术那边有帮我们很大的忙这样子，因为我们还要想要去设计说这样子的简洁风是就是大家在套在我们的主美啦，跟他们场景美术他们做出来的那个画面是很和谐的。对对对。好快啊！真的好快啊！宕机哦，宕机，那就是硬体或者是刚一直有一些就是 bug 方面问题，就是他们的工程师会想办法修了。另外的就是什么什么什么有什么问题啊？我说。神召唤之后容易被玩家凝血。哇，这个实在是太快了。对啊，太快。灭团了，是假的。现在没有灭团是隔壁灭团了。哦。套装什么时候出？他们应该是讲商城时装吗？是这个意思吗？不是很懂。还是游戏有套装吗？游戏有时装。有时装。对，像你看他现在穿的那一套就是。这套就是时装，硬件的时装。对。对啊，原来是跳好快哦。对。我看得好累了。是
中的组队中的当然被踢会自动传出是正常的吗？是正常的。哦，是正常的。嗯。单人副本就是不能组队就对了。就是你如果在组队中，然后你队友退掉或是你退掉，他就会被传出副本。哦，等于是那个时候就不能轻易的变动你的队伍，对不对？对。所以是正常的嘛，对。你有什么开什么话什么的？我们之后商城还会推出什么那个什么类型的衣服吗？对啊，就是我们今天会到很夸张、很酷手那一类的吗？我们都尽量呈现帅美，让玩家穿起来就是帅，就是美。那个质感各种这样子，所以就是不会像那个清空这样做一些很好笑的东西。其实我觉得可以弄一些东西这样让我们加。我是觉得活动啦，活动可以有趣一点。对，自由打扮，自由。你们想要出泳装怎么办？就会出。很好啊，很漂亮泳装啊。我们可以立，这我们会审慎的考量。我们刚刚看到一个泳装。啊，泳装哦。周围要努力吗？如果 OK 的话，是个不错的选择。有人问说，石库水，石库水是好像是日文还是什么？对对对，那个那种延伸泳。哦，是吗？哦。有人说在副本断线之后会出现在奇怪的地方，这算是 bug 还是？副本断线吗？对，他说副本断线之后不是在，就是能不能在原来的地方，那个好像是会跳到别的地方去。哦，那可能要请玩家提供一下状况。状况，因为有的状况可能有很多种考量这样子。嗯，对。如果有这个问题，你可以实际把，甚至是拍图啊，就是截图说你在哪里，重登在副本里面啊，就是说断线之后重登之后在副本里面。这应该是没办法这样做的吧？嗯，对对，因为你在副本里面断线的，嗯，对啊，那当然一定会被传出去的，哦，对，因为你已经离开了，嗯，对。哎，还有制服跟女仆，制服跟女仆，真的。我反而有一个疑问呢，刚好趁这机会可以问看看各位玩家，大家最喜欢的原声带是谁啊？那如果扣除玉藻前的话。有没有一个比较喜欢的原声？人气最好，你最喜欢的？我觉得人气最好应该就是玉藻前。对，所以我说，如果扣除玉藻前的话，大家还有什么？就每个都说玉藻前。还没有出来。啊，没有，玩家在游戏可以拿到玉藻。啊，在游戏里面。加百列。对。哦，有人喜欢凯撒。好多、哦。这嗯。那平均值还蛮高的。那还不错，那还不错。对啊，因为我们在做那个原声修，其实也是让每一个原声都有各自的特色嘛，对不对？就是我们有熟女原声，也有很可爱的那个夏娃。哦，夏娃被洗版了，夏娃。然后又有很帅气的龙形，因为男生就喜欢龙的那个造型。我喜欢小马哎、欸，彩虹小马。都没有人喜欢亚当的吗 ？QQ。为什么要做非人原声？因为我觉得原声这一块东西，一定有人喜欢人形的造型，嗯、然后人形造型就会喜欢，比方说成熟的那个熟女嘛，嗯、像玉藻前那样子，这样，那可能也会有喜欢那种就是很帅气的阿波罗，你看阿波罗那个我们连续记阿波罗做超帅的，嗯，对啊，那也可能会有想要龙形的老皮啊，或者是马造型，所以我们就截取就是大概玩家会喜欢的种类。对，然后去再做各自的延伸这样子。嗯、他们一直有问说进化之后会改变造型吗？对。这一块的部分的话，其实我们有在做考量，就是看进化的部分呢，会再做一些，进化部分会再做一些调整，让玩家看起来是有，就是有些差异性在的。嗯对对对。嗯。要是小萝莉夏娃原神进化之后变成御姐怎么办？那个就有点，大家会生气，对，会生气。阵营系统，有会有阵营，还是就是 PVP？ 基本上我们游戏是 PVE 路线的，就是对对对，所以 PVP 的部分都会做在就是像竞技场那一块部分这样子，嗯，对。
人生多出帅哥。可是我们游戏帅哥算很多了耶。他们应该是想要原神帅哥。原神帅哥吗？对啊，原神男性都没露脸，都很 man， 对不对？就是会蒙眼蒙眼。对啊，中美是不是听到了哈？我回去演戏。那要请各位女性给予意见了。一直有人问，本周会更新啥？能透露一点点吗？还是说就还是回去研究，对不对？对，就有点难透露。反正就是，其实他们一定会就是什么东西弄好，就赶快弄出来给大家。但如果他们可能就是要赶快把东西准备好，才有办法那个让大家。希望让玩家玩到是很 OK 的。对对，所以他们问这个东西，我想他们自己压力也很大，就是对啊，对啊，毕竟也是希望说赶快把这些东西拿出来让大家来玩啊，对啊。原神进化的外观，他们有在，刚刚有讲在考虑啊，就是会那个。有考虑让他菠萝露脸吗？露脸，我们有考虑要性转吗？应该有点那个。今天好像还是昨天板上有一篇那个在 po， 有一个人把小马哦，人就是变成人，化成人类，就还蛮好看的。你们有没有看？我没看。他把小马转成人种，蛮厉害的。原神装备不能强化。这是一个 bug。这是一个 bug。会尽快让他可以讲话，对。泳装会吧？泳装吗？对啊，泳装好像呼声很高哎。对。有可能会不会有等那个美术精心雕琢完，那个夏天也过去了。这会非常合乎时辰才行。问你有没有考虑跟日本动漫合作推出特殊活动？日本动漫之前是不是有哪一个游戏有跟？星空也有跟魔法少女校园，对啊，我记得有嘛，对不对？那有吗？我这边就是要看，我会请我们行销，行销去帮我们努力，对对对，因为我们也想要穿，让玩家穿一些。对啊，因为传奇他们之前有这样的例子啊，所以不是没有机会的、啊，就是他们，对啊，你们大家赶快跟他们讲说我要那个魔法少女校啊，哎，我们可以谈吗？那个。跟我看到有上面有写跟初音的，对，然后还有什么？还有跟刀剑神域合作，现在不能 PK 吧？不要打野怪战，现在不是还没有 PK 吗？有那个一对一的 PK。哦，那是竞技场吗？没有，不是，就是你可以点。就是你刚刚说那个是竞技场模式没开，但是现在是可以 PK。对，那个 PK 就是你邀请对方跟他 PK 这样子。嗯。对。所以要我随便找一个人 PK 吗？我觉得你可能会打趴哦。我也觉得会。哦，这个蛮快。考虑等级过低。你要找吗？你为什么要？你要欺负弱者？欺负弱者。我要找一个我有可能打赢的。时装可以有收藏箱吗？这个吗？这个我们要讨论看看。嗯，对，因为我们现在的仓库啊，有个人仓库，也有公用仓库。那公用就是你可以跟你的分身通用。对，所以基本上我们觉得这样子的空间是很足够玩家去摆放他们的东西的。对，所以我们都目前没有考虑要出这个选择。刚刚说关闭其他玩家都关闭特效，是吗？关闭其他玩家都让其他玩家的特效消失。这个我们会让我们还要回去好好鞭策我们的工程师。对，应该是说这样子会累，是不是？应该是如果是可能是特效太多，是不是？所以他才会那个，制作人说会回去鞭策他们。外挂部分呢、啊？反正玩家回报，我们特别会去处理。对，社交。看不到人，特效一直跑出来，怪。
你赢了，你要打赢了，赢了啊！我刚刚打赢了他，他现在还在打人。我在想。有人说想要看你的那个真面目吗？对啊，不要看时装。有人家说要看面目。电池扫射的技能，都是远程就要贴着上去打。人家你打一个科学。对啊，看他的，哎，这是实际的那个吗？你为什么脱光的？他说不要看我的，不要脱光。然后瞧不起人，穿这样子是瞧不起人的意思吗？那因为我们的装备没有显示这个外观，这个外观只是单纯的。我还以为是装备全部都脱光了。脱成这样必须要脱光的。哎，牙齿。哎，我要死。考虑原神可以换衣服吗？哦，原神换衣服这件事情，就是有在进行这一块项目。嗯。对，然后我们会已经有在。对。但是会换一个方式，就是让它有更多更酷炫的造型这样子。对。那个雅雅，他因为在专心玩游戏啊，所以比较没有办法。那个，对啊，职业平衡的，我觉得这是每个游戏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啊。对。对啊，那大家的建议都可以提出来嘛，那所以他们一定会参考了。对啊，比如刚刚有人讲说双刀五十级双刀不到队伍，对啊，这个他们一定都有看到了，就是他们绝对都有那个。他们会再去思考说该怎么样去做这个方面的东西的调整。有想要做这么的？太害羞了。哎呦，真的是非常的。今天情人节就开始放闪吧。情人节就哎呦。开心到了。为什么要这么的？我们这个是儿童节。我们今天这个是，我们这个是普遍级的游戏。对对对，不可以做的，这样我明天被人 CC 掉怎么办？我靠，我先把衣服穿起来。对啊。刚有问界面调整的问题，是吗？刚有人讲，这界面可以自己调整吗？那可以啊，那也可以。请雅雅示范一下。应该说，我们这次有为了一些比较。界面机器就比较大，都有做看可以调整它的变形。对。那可以拉它的位置吗？位置都可以拉。位置都可以拉，那应该还好啊。我刚知道为什么嘛，换，那应该就还好啊，对不对？就是它的频道，你看它可以再往外拉更多的。哦，断线都会变回去哦。哦，这个还是可以储存的功能。工程师在处理的。哦。对。这哎，这个不是十八禁的哦，不要搞错，好不好？小朋友都可以玩，好不好？字缩小到100%有点不清晰呀、啊，这样。生活技能有考虑会出吗？我现在都有在陆续，已经有在做了这一块的部分，对。聊天部分可以更改字体颜色吗？字体颜色，我们现在颜色都是固定好的。都是固定好的，这样比较不会乱。然后大家改来改去，不是会改到自己都眼花。对啊，一般，对啊，一般也比较少改字体颜色的嘛。对啊。技能栏再多两排哦，真的假的？这样你还不够用。哇，你真的是很厉害嘞。因为我们大部分的技能啊，栏位其实刚好符合你现在的就是技能。你看，那个，等下你开一下那个技能界面。对，你看，其实它双，你看现在就是最多排起来就是这个样子。对啊，我再把技能过充，其实玩家你拥有按到就是那几颗技能。对啊，哇，那表示这个是高手嘞，因为一般我大概就只有那一排而已。哇，这样子还不够用，那真的是厉害了。
任务物品可以另外放吗？任务物品吗？嗯。有玩家觉得想要另外放。那我们会参考玩家的建议，跟我们工程师讨论这样子。看玩家的互动，除了打副本以外，有什么？有除了打副本之外的其他的想法吗？我们这边吗？就是像我们的从现在会有陆续出我们的 BB 系统嘛，它就是一个竞技的部分。竞技的部分。对。那我们也会之后会出一些就是让玩家有互动答题啊的一些系统。对，然后就希望玩家来参与，然后有一个就是有趣的一个体验这样子。对，那之后的话就是像我刚刚看到玩家的有在讲钓鱼系统部分，其实我这边已经有在做相关的制作。对，所以就是会在陆续之后会开放给玩家这样子。对。增加一些紧急任务。大事件活动，紧急任务这边其实我们会有一些节庆的紧急活动，然后让玩家玩，让玩家体验这样子。对，所以玩家接下来会拿到紧急活动的体验，就是我们中秋节，就是九月的时候会有中秋节嘛，所以说我们会做类似像这样子的活动，让玩家体验这样子。对。调整一些奇怪的东西，可以调整三维。舞蹈有参考什么吗？舞蹈啊，对啊，舞蹈那边的话，基本上我们其实是请，我们是找外面的跳舞的，就是舞蹈专家。哦，这样子哦。对，然后他来录。那你们有讲说我想要什么样的舞蹈还是？我们女生就希望说走一些比较活泼有趣的路线，然后就请他帮我们编舞这样子。那男生就希望一些性感的。男生当然就要说就是要帅啦，对不对？哦，对，帅感这样。那其实我们有三个跳舞嘛，然后有两个跳舞是就是男女是跳一样的，因为我们希望玩家可能有时候会喜欢他们自己一起跳，一起跳。那如果男生跟女生跳不一样的话，那其实他们就会觉得说就是会搭不起来。对，然后所以我们这就做了三个跳舞嘛，那一个女只有否女生的，一个是只有否男生的，然后有两个是共用的，就是希望玩家有时候可以拍拍影片啊，或是一些办活动啦，他们会想说一来就是做个 ending， 然后来跳舞这样子，对，所以就是会有就是男女可以跳一样的这样子，对。就是跳舞之前刚开始测试的时候，就还蛮多玩家会拍一些影片。那个对，因为舞蹈风格还蛮日系的。其实后来玩家搭很多日系的歌曲都很搭，对，就是配起来很可爱。对，用模仿跳一样的舞步。紧急回避的功能。有考虑吗？那个紧急回避应该是像 P 的时候那种一般，对啊，一般动作游戏的比较，线上角色扮演游戏好像比较少这种东西啊。对，比较少。越对啊，可爱风格的舞蹈，可爱风格，这不算可爱吗？还要更可爱就对了，对不对？他种目前就是按照武器来分啊，种族应该有。我们基本上不会说种族。对。那我们这边就是会有新的武器让玩家去体验这样子。反正之后会有新的武器就对了。对。放技能的时候多点音效，是不是？是这样吗？有人这样建议。这个洗也太快了吧！对啊。哎，那个有人要丁字裤哎。丁字裤，这是可以在这边讨论的事情吗？增加生活化的动作。一直问调整胸部大小，哎，你们那个嘞，不要再那个好不好？
那个他们有听到好吧？就是我不知道他们会做啦。好啦，你这边一直在那边讲，一直在他们有看到了好吧？那真的要做就会做了好吧？没有做就不要强求好吧？对啊，人物视角会拉远点吗？这样看得比较清楚吧，拉那么远，对啊，是有比以前的游戏再更远了啦。对啊，有稍微再远一点。他们是要远到变成卖萌吗？现在就是要卖萌啊！你拉那么远干嘛？现在就在看角色，对啊。有考虑要改打原神的机制吗？不知道，像刚刚有提到啦，就是我们还有其他的原神，嗯，对，那他们会从管道去释出，嗯，对，那现在开放给玩家就是现在这些原神的一个管道这样子，嗯嗯嗯、对。日文语音啊，有啦，刚刚有讲日文语音，日文语音好像还蛮有趣的，因为这种游戏刚说台语，刚有人讲说是认真的，可是我说实在，这种游戏配台语有点怪啦，但是我是日文语音，好像有点意思哦，对不对？这个好了，就是他们看到好不好？对啊，日文语音还蛮有意思的、啊，对不对？对啊。放招的时候有也是不错的建议啊，对啊。为什么连客家语都跑出来了？他们每次都这样啊，就是还有没著名语什么什么的。做个萝莉出来，哎、欸，好建议。我的 PC 萝莉应该。萝莉那个人气度是很高，对不对？对啊，创个萝莉的角色好像还不错。我们美术那个画萝莉超赞的。对啊。不错呢，游戏的萝莉都比我角色，怎么会？我们角色也是超美的。说，我知道，我知道有个话题可以讲。我发现这次玩家对我们那个胖子关注度非常高。啊，真的吗？对，那时候好像有好好的交代我们的行为，什么地方可以看到胖子？我知道。哎，那个雅雅示范一下哪里看到胖子？这是这里可以示范吗？没有啦，开玩笑。板上好像有神人去做了那个胖子游览，真的、哦，很厉害。然后他们那时候有特别交代美术要好好画这一块，然后让大家好好发掘。嗯。所以到底看到多少不同的胖子？这个至于有多少不同样式的胖子，就大家自己去耐心的体验。真的要看吗？等一下我都被 CC 关起来了，我关起来。哎呦。你看，像现在这些组成啊，这些很有戏份的 NPC 的营造啊，其实都是这位就是正在操控的那个爷爷在做的。嗯，对，你会觉得他看起来就是很有一整个生活感。对，对，好像真的有这些在进入这样子。嗯，对。感觉很欢乐的一个是，哎，看到然后我们这边还可以，马斯还可以跳上去。嗯啊，这是那个鸵鸟可以骑上去，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你为什么都掉下来？因为感觉很多玩家喜欢搭那个便车，省得懒得自己走。或是可以逛街，对啊，挂的时候会先放在那里。路边大神也有套子。如果要看也是可以的，很用心啊，这个都看得到。然后我怎么都不知道呢？其实应该是没有啊。就是我会觉得，如果有机会之后，可以再做更多那个车子，不同的载具，就是对啊，不同的那个交通工具。嗯，对啊。我们好像还有其他两种车，一个是狮子人的，一个是然后那个要在下一次开放场景的时候就看到它。哦，海滩的耶，你有动吗？有吧，你放哪一个？狮子人的车。等我一下，我去。你这有点太多人了，你赶快逃离这里。哦。哎，有玩家说有更多的机会做更多的胖子。更多胖子可以啊。其实还有一些胖子外观还没有被玩家发现呢。你说拍图的没有被拍完。刚刚一直有人问啊，那个打原神机制就是他们其实会目前是这样子，那其实之后他会设定更多其他不同管道的。因为我发现啊，就是玩家都很
很热情的参与。嗯，对，我们那个打原神的那个地方都被玩家塞得到爆。嗯嗯嗯，对啊。因为人太多，对啊，就这个其实不只是这个游戏啊，因为任何游戏只要人一多，一定都这样子。这个真的没有办法，因为现在这游戏好，就是这么多人在玩，对啊，然后找泫雅来代言，我也觉得这建议不错。其实你喜欢泫雅的？也没有啦，就是抬不出来，就是没有。因为太大，车车，哦，里面还有那个狮子人的车，哦，好酷哦，超大的。考虑把中国或日本神话人物放进游戏。有玉藻前就是我们的游戏。哦，玉藻前就是日本的，对。啊、你上电视啊？对，我看到了，对，FH 怎么说？哎，好快啊，什么？说没看到了。对，阿波罗的，为什么连阿波罗都要有？鸵鸟车如果会掉下来，它那个还有办法改吗？就是他们会说会消失。那个都在前世在处理了。有人喜欢搞怪。因为我们找它的重现方式。嗯，对。有人要飞机头或爆炸头造型。就算花钱买没关系吗？你们怎么这么快就想到这一块？没有，他上面写的，他讲的，写的，他是喜欢搞怪，对啊，这个很支持哦。祥空飞过水哦，祥空树。哦，这个还要再让我们的城市伤脑筋，看要怎么处理这一块。哎，男男结婚是吗？哎，不要看我，看你吧。都可以，我们还没有结婚系统，对不对？没有，应该没有结婚，还没有开。连情侣都还没有怎么来结婚？怎么还没走就要先飞了吧？刚刚讲说他们会有那个情侣系统啊，刚结婚是在之后的事情，我们总要先交往看看双方合不合适，才能讨论到结婚的东西嘛，好吧？不要急，好不好？等之后开了情侣的东西之后，大家再来建议说，我要赶快来开结婚，好不好？哦，我刚好看到玩家说可以骑原神。哦，可不可以骑原神？其实我们有一些原神是可以骑。哦，这样子哦。对，就是你在跟他施展原神技的时候，可以骑在他身上打怪这样子。对。那有考虑，比如在地图移动的时候骑原神吗？应该说我们其实是把它做成一个特色化的技能。嗯对，就是像有的原神是像我们切肉，就是你跟他做联系机的时候，嗯，你会他会在天空上，然后喷一道光束先下来。对。那像我们那个硬的那只，就是它其实就是你可以跳到他身上，嗯，它的特色就是你可以跟他做联系的时候，可以跳到他身上，然后打怪这样。所以其实每个原神都他们的一些各自技能特色这样子。因为我想他们的意思应该是说，就是不只是技能，看你会跟刚地图的时候，那就会变成说，就会破坏他的一些原神设定这样子。对，他本身就不是那么让你可以。对，就是他的定位不在这里。对对对，他不是给你代步的工具而已、啊。我们家真的是太遐想了，就是什么玉藻前都要来了，要骑玉藻前。对对对。可以无限制的飞，应该目前没有这么厉害啦，就是，对啊。你输了，明天来打爸爸，是这样吗？我没有。音乐太大，你要把那个音乐可以调小声一点。因为不是直接控制。水母脑，我们有王的名字叫水母脑。有。谁想的？水母脑很可爱啊。直播到九点，现在已经九点了。还是其实现在已经九点了。还是你们有什么话想要那个吗？就是每个人讲一点。对啊。反正九点，其实我们今天直播到九点啊，那对啊，刚刚应该很多问题啊，其实刚刚一堆好多好多问题，其实就是
就是因为跳得很快啦，能回答我们都尽量回答啦。那现在就请那个，就是真的要一直讲讲不完，因为大家一定会也会有问不完的问题，好不好？那我们今天最后还是要请他们，就是看能不能有什么想要跟玩家说的话，或者是什么感想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好不好？每个人都讲一点好了啦，好不好？好，没事优先。那一定要先谢谢各位玩家会喜欢我们的游戏啊，对哈。那各位玩家的一些意见和想法，我们一定都会好好的看的。那我也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所为大家所带来的各种帅气和美丽的人物。那怪物部分的话，刚刚我有看到有人在问怪物模组的事情啊。那随着你的等级的提升或地图的开放，其实都是会。再看到我们用心制作其他有特色的怪物，这样，那非常谢谢大家，这样。那场景的部分的话，就是刚刚有看到一些玩家，就是说我们这次场景做得很不错啊，那也觉得很漂亮。那我在网络上看到很多玩家截图，虽然我觉得说场景有的时候只是好像是一个游戏的配角的部分，可是其实玩家在玩的时候他身临其境跟在那个环境感觉很舒服的话，我觉得我们就做到这样，我们就觉得非常高兴。对，然后我们会一直努力，就是能不能让国产游戏的环境可以就是做到更好。那包括像自由度更高的部分，我们也会回去跟我们的城市继续讨论，就是让玩家觉得说活动上可以更舒服。等终于有人要讲问题，你现在可以这个好好的这个讲话。要谢谢大家那么喜欢，就是我们里面村民们的对话，然后还有一些藏有一些神秘梗的那些成就，然后大家其实，在巴哈坡的一些建议，我们也都有看到，然后我们会更加改进，继续努力，谢谢。就很感谢，就是大家这么热情捧场的幻想神域。其实玩家在，就像刚刚雅雅说的，就是你们在巴哈意见，其实我们都有真的看。那每一篇显卡的资讯，其实我们都有让我们的程式员再去关注这些东西。对，那我们甚至我们自己公司也有同仁，他们的显卡就是电脑是有问题的，我们都请他不要考虑，直接把电脑搬来，我们来请程式帮我们看问题在哪边。对，那其实企划这边也花了企划美术啦，各个部门我们都花了非常多时间跟心力在做这款游戏。那我们希望把这款游戏做得更好，让玩家就是玩起来是觉得有更好的体验，这样。那这是我们对这款游戏的期许跟它的目标，这样子。对，好，今天现在也9点多，好，今天非常感谢那个。这个幻想神域的制作团队来这边啊，那其实像上礼拜我们也有这个《轩辕剑六》嘛，对不对？那今天又要邀请到幻想神域，那其实之后未来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就会尽量邀请到这个，因为都是台湾自己的游戏厂商做的游戏，我们都会希望尽量有这个机会，让他们可以就是直接跟玩家互动啊，就是如果你觉得他们在你们自己留在哈拉版的都听不到。你其他的他们都看得到，好吧？就是我们以后会尽量有这种机会到，我们就会希望可以邀请到台湾的这个研发的团队来我们这边直播，然后让玩家一起来参与，这样，好吧？那今天这个我们也很谢谢这个幻想神域的这个辛苦的制作团队，你们的意见他们都听到了，好吧？你们看很多的那个想法，很多的建议，很多的抱怨，什么很多的这个各方面的想法，他们都看到那个他们一定都会回去再好好的研究，希望怎么样让游戏变得更好玩，让它有更多更丰富的内容，好不好？那今天非常谢谢这个整个辛苦啦，你们哇，今天真的是好多人啊，对啊，我们要回去继续修 bug， 对啊，所以大家就是耐心给他们一点时间，那他们一定会让这个游戏越来越完整，越来越丰富，好不好？希望就这样了，好吧？礼拜四记得哦，我们还有这个礼拜四8点，我们有那个，我做一下小小广告了，好吧？我们礼拜四晚上8点会有武力全开，武力全开四吧，对不对？就是我们的夏日特辑会武力全开四，跟那个 IB， 运动游戏跟恐怖游戏会有这个，到时候会有康妮来跟这边跟大家一起来同乐，好不好？好，
礼拜四晚上再见。哎，礼拜四好像七点啊，我讲错，礼拜四是七点开始哦。好吧，礼拜四七点开始。哎，不好意思，我广告打完了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谢谢。祝大家情人节快乐。对，情人节快乐，好不好？好，大家晚安啦，啊，拜拜。